后来有幼儿的福利很多很多了。Yes， 我们信。我不用找几多个，我唔找两个，冇啲落够啦。哎呀，快！哦，我即时同地狱分别啦，十几多啊？十八变十二啊，即时降六啊，真系冇咗嗰个分数加，几惨啊！降六啊，如果得六咪零等于六，六减六，通常都要降六嘅。我咁样停咗一大轮，如果放咗啲嗰啲声，真系传到不得了，你又要呢个。十八。四个嘅，啊系咯，揸急啦！到集我试下通过，咁样就叫通过成功啦。我要开咗嘅时候就唔可以俾佢啱啱初头失期间，我啱啱夹中就真系输紧啦。但系而家要避免呢个情况发生。所以我要看准时机的冲住去即有了个旋风。要咁快十万分了啦。过呢度，冲啊！哎，佢咁啱都唔紧要，有船龟。哎，倒咗，上啦，继续。分配得好快噶嘛，跟住 AR 空間收金幣嘅，我封咗個名叫 AR， 即係異空間啊，異空間，我要去第二個空間嘅。幾個咁哇七二零幾個，落嚟繼續。哎 ，B B 真係快 ，fine 過。一次我輸咗都唔緊要啊，保護就用咗再輸咗都唔緊要，因為我有紅心。喂，哇！刷新新纪录，四，啊咁呢我就要睇准啦，四，仲追，四，四。
我唔用啊！呢個嘢好麻煩啊，要仲爭啊！唔呢一度我真係唔想通過啊！真係老實一句話俾你聽，點解啊？金沙就要用呢樣嘢做？我都要個跌落嚿油嘅咯，應該隨時萬一跌落去，我都唔會唔使用個紅心。 我唔想再要呢個雪球啦，因為時間唔合用啊！哎，過曬，真係好險啊！頭先激光嚟㗎，嗰啲我要注意。哎。 我游咗下层过啫嘛，其实冇乜嘢噶，游边一层过都系差唔多咁嘅啫嘛。喂，呢度真系过分啦，我最憎啦，一过呢度。 有咩事就照嗰个，乜呢度可以用跌落咁难，用岩先唔可以用啫。嘻嘻，呢度好简单到不得了，二个借火啊，飞过你哋就得咯。 二个借火，嚟继续。哇！夜晚啊，哇！嗰个竟然一下子二个借火跳晒，好惊啊！哎，唔紧要，冇咗雪碑，仲可以靠呢个飞行器。 点算啊？21万分，我系好想冇变受佢呢个简单版。如果你话复杂版，我而家点啊？我真系俾鬼追喎！哎，俾冇啦，我冇啊，冇。 冇啦，今次走唔切啦，一定追得好劲嘅能力嗰剂嘢，我唔用飞行器又话咗，冇啊今次，哎，冇啊，哎呀，唔系输嗰度都冇噶啦，肯定，嗯。